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由细个家境贫寒到而家在内地闯出一番事业，被业界人称为最勤奋的全能设计师。他是来自澳门的陈思，作为70后，他是怎样走向创业成功的道路？年轻人又可以怎样把握机会全力以赴呢？回顾他成长的经历，陈思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具艺术创作的天分。少年的陈思家境清贫，至少就立志要赚钱去改善家人的生活。一个单位里面，大家共用一个厅，一个家庭可能会四个人三个人挤在一个房里面，父母可能就是我们碌架床这样。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都会觉得自己需要努力，要奋进。由于成绩优异，在高中毕业之后，他曾经选择去学习法律，但他很快就知道读法律并不适合自己，所以毅然回国。凭着对求学的热诚和一股干劲，最后获得了保送至华南理工大学就读建筑学的机会，更在实习期间获得了一个重点专案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包括我实习的这间公司的老板，他每晚都是醉酒醉夜的酒，他每晚醉夜酒都见到一个实习生在这里最后一个酒，他都会觉得好很惊讶，即是一个礼拜他每晚都见到我的情况，即是他过来跟你倾偈。所以我觉得就是所有事你都要做足准备，第一你在学校的时候是没有掉链的，第二你有机会来临的情况之下，你怎样创造机会呢？那你就要在人家休息的时候你继续努力咯，人家已经落班的情况之下你继续工作咯，然后当项目到你手的情况之下，你都要全力以赴将这个项目做到最好咯。所有的事都是你有承担，你有诚信，你有担当，你要对每一个人负责任，所以机会来到的情况之下，你才不会流失，你才会揸得住。在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留在广州创业，制定目标，凭着勤奋，他在内地业界打出了一片天地。代表的作品包括参与2010年上海世博澳门馆建筑设计、肇庆图书馆以及多项的建筑室内设计等。困难是必然的嘛，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顺风顺水的嘛，每一个事的挑战其实都给你，即是上天给了一个课题你去解读，所以变了无论你的家庭，无论你的事业，无论你的身体，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上天给我们的功课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形容人生就是一个做功课的过程，每一题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情况之下，你的知识点不够你就解读不到，那不够你就去再找方法去学习。经历几年的低潮，那就不断去寻找自己的出路，不断去反问生命的意义咯。付出是否一定会有收获？它一定会有收获，但可能不是眼前的收获，或者不是物质的收获，是你生命的收获。但是很多人看眼前和看物质的收获的情况下，你觉得不是这样。你生命的收获就是其实我爹地的离世是否给到我另外一种能量去面对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往好的方向去想这件事的情况下，你会释怀，而且你会觉得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的付出就有价值咯。人一定要体现到自己的价值。陈思创办的公司至今已经超过20年，总结自己的经历过创业的辛酸，他认为营运一间设计公司除了要会设计之外，更加要懂得经营。而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让他决定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用自己专业的知识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当自己有一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希望可以去做一些所能及的传播和赋能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是做建筑，做室内，是以一个家为核心的一个范畴。那我会觉得通过我号召，所以我们叫汇爱足家，就是汇聚每一个人的爱，付出一点点的力，可以重新去构筑一个家。那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们选择的方向。在2019年，汇爱足家旧房的改造项目启动，
他连同内地一众的年轻设计师以及高校的学生一起行动，开展为当地有需要的家庭改造生活的环境。所以有很多人捐助医疗，有很多人捐助教学，有很多人捐助物资，我们就选择去帮扶一个家庭重新去构筑他们的家园，这个是我们的选择。这四年的努力呢，我们帮助了大概70几户的一个贫困家庭，每一个贫困家庭他们本身都是已经是破烂到基本上是生活不了的，我们一户一户地去救助，一户一户地 去帮扶，令到这个公益行动不断在这里壮大，也都影响到很多的人。所以你会发觉这个社会是有很多有心有爱的人在社会上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会继续坚持，希望可以做，继续做下去。创业要面对不同的困难，他认为年轻人要勇于接受失败，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困难是必然的，即生活的困难、工作的困难、人情世故的困难，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我们会觉得长大之后你要去面对这些困难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困难出现，你去解决困难，然后去解决问题，吸收能量，再去成长。我所说的成长不是一个身体的成长，是一个你的心智的成长，你一个认知的成长。其实不断的困难，不断的挑战，令到你更加明白解决困难是你自己必须要拥有的一些能力来的。当年轻人真的先理解了大环境，再理解自己，在这个自己和大环境之下如果 match 得到，你又想自己创业的话，你要清楚创业是需要有付出的，你要有试错的经验，你要时间的投入，精力的投入，金钱的投入，还很可能会失败，那你要去有能量去面对，但试过你才知道自己行不行。在大湾区拥有丰富打拼经验的沉思认为，在进入大湾区年代，大湾区的城市都在演变和加速发展中，澳门亦都正积极建设一中心一平台，年轻的创业者要适时走紧湾区的新机遇。现在的年轻人最好就首先去多了解祖国，多了解澳门，然后多了解自己，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量，自己的兴趣，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配合澳门政府的发展，或者跟随祖国的发展，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希望你们成功。